这一口下去，咱们河南人说话带劲。哼，这一盘怎么？嗯。吃饭大口吃，它有个香醋，就是猛一进去那种感觉。那咋的？你吃不饱，咋给你干活的？现在，又是塞杯子，又是干啥的？你看，这给你是服务的，一天到位的很吗？你看，你老了，一天多干点活，看是多服务的。这不停的给你泡着，你看。来锻炼身体。咋做饭子嘛？把那个水。哦，干了，这煮饭。哦，看到了。我中午还得把它啥割了。嗯。冻上冰箱，坐那么到楼上去吃。你虫好得很，走，它也饿了，快，你看不愿意了吗？走。饿了，你慢慢冻着。看院子里面玩。饿的，走。孙子不在，你一点也不操心了。吃饭时间到了不知道吗？哼说了，走。嗯。够吃了，多得很，你要做点小吃啊，好得很，好得很。明天多拿点羊粉哦。好。啊，你要说东西，弟弟们给你扒上点嘛。嗯。马金鹏、苏小东、马妞妞，叫过来吃肥肥的吧，你几个孙子。嗯，走。这是别人给我妈给他的面，所以他不好意思说。自己没干，偷懒了呗。偷懒，这面可惜的要吃掉呀。啊，可惜的吃掉了。好吧，我妈黄面烤肉的肉先腌了一下，里面放点味精、酱油、淀粉，让它抓一抓，就跟扣油肉的肉是一样的意思啊。牛肉嘛，要是羊肉它就不用放，是吧？里面别过凉水啊，就直接。过凉水啊，不过凉水，千万记住不过凉水。上面倒点熟油，这样面不塌住，是吧？不塌。哎，把水油搅开，摊开，把那个热气散掉，让面不塌。黄烤面的配菜，黄瓜丝儿、萝卜丝没放，放点醋，放点味极鲜，稍微调个味儿给小黄瓜，哎就行了。把面再搅一搅。把面再搅一搅啊。面上一铺，把过完油的肉炒一下，放点盐巴，放点皮牙子，皮牙多点吧，朋友们，皮牙多了香。然后重点来了啊，辣椒面，多来上点啊，这辣子不辣。然后就孜然，新疆人的万能佐料，孜然多点吧，朋友们，稍微炒下就出锅啊，这东西不能炒很，炒很辣椒面就黑了啊，朋友们。就发苦了啊，就可以关火了啊，放进去就出锅啊。哎，黄瓜丝铺上来，把烤肉放上来，黄面烤肉，别人放卤子，我们家不放卤子啊。你就这样吃，这样吃香一点。今天要吃个黄面烤肉的，再进去吃吧。嗯，美得很，你的黄。你吃黄面，我吃烤肉吗？太够贱的很。哎呦，吃肉的！有劲，还炒了点这个菜，我们甘肃人的最爱羊油菜。嗯，黄面烤肉，黄面烤，心心念念的黄面烤肉。嗯，烤肉味道太窜了。羊肉味道很窜啊！好长时间没有吃到这个烤肉孜然的味道。不是，哎呀，三个月没吃了啊。嗯。忙了就没吃了。
看盘子就小了是吧？嗯。嗯，这黄瓜脆劲一下吃出来了。记得没？那年到厂级期间改造起来，请咱们吃饭都吃的是个黄面烤肉，是不是？不过不是啥意思。人家那个吃饭那个早上都吃黄面烤肉，人不过人家那个用那个大那个老秦酱是大那个卤子呢啊、哦，卤子吃也有好处，卤子吃这个面不显得干。嗯。我觉得面筋道。这样这面筋道一点就是，咱们这个是哎呀，吃东西也根据各地方的口味不一样。去尝试一下，我们这样吃。其实这个饭真正是咱们新疆的一个特色，对的还少啊。这个面也很宽的，也很细的。这个面我觉得实在，娃娃也能吃饱，肚子也吃饱了，肉也吃了，嗯，是不是？特别泡面烤肉。